在收这个线的时候，就是本来插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麻烦你就是拉这个头这样拔出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如果都好了，我们再摆进去的时候啊，请你把那个 LED 点矩阵的部分就摆在右手边，因为我们还有个超音波没有用到了哈，你就摆在这边，摆好，杜邦线就摆上面，那我们的开发板就摆在这边。好，那剩下的还有一盒，对不对？有那个温湿度啦 ，LED 灯，就麻烦帮你，请你把它放好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齁，再麻烦一下各位咯。